歌唱时，声音与气息要反方向运动，音越高时，气息要越低，探到脚跟上，全身唱。通道全部要打开，不能变细变窄，气息不能变浅变高，笑肌可以上提，这样位置不容易偏低。做到上面与下面分离，上面做到哼抬，小舌头要抬，笑；下面做到探、赖、坐、吸，即身体上半截往上笑，往上抬，小舌头要抬起来，身体下半截往下吸，往下坐，往下赖。